大家好，现在我手上拿着一个香槟塔那个高脚杯，这是我老婆在做婚礼布置的那个香槟塔高脚杯，跟她偷拿两个来使用。哦，这是真的如假包换的香那个高脚杯哈。现在把这个高脚杯跟它放到我身后的这个桌垫上面。轻轻的放上去，放上去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安全防护罩盖起来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爆炸性的表演。OK， 要进行这个表演之前，我们先来准备音乐，来音乐来。等一下，当我说预备开始的时候，请观众朋友帮我一起加持五秒钟，好，来，好，现场好朋友，现在请你帮我加持五秒钟，预备，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现在，我先把镜头带到我们刚刚那个地方，高脚杯的地方来，大家注意看了。真的是一个爆炸性的表演。那我们再把这个高脚杯的这个杯角拿出来，让大家检查看看。全家破皮哈，真的是破掉了。那个刀放回去，免得危险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谢谢。